不在，他的背后那个。对啊，他都不用先转过来。来，我说，抓不到他转身的节奏。我最后一球放下，看转过去，我有那种撞进的。没有，都是。因为我们很少协防嘛，你们就多一打一就好。每天晚上嘛，那个对，就是因为晚上可以接上去，就会有人回去，我就想你们当兵。然后晚上会有牛奶跟那些。我是想着我跟小黑。那我们都是蹲蹲，就是这样。身体转一半就转了，就是男通在他左手边，他就是面向里面。他的背怎么样？对，没有，他的比较奇怪，他的就是有点在睡觉，然后他的背都蛮左，就是他不会，他脸不会转向篮筐，对，所以会抓不到。一天四个篮筐，对，他的照，然后你看，他的背后进攻几次？对，就是我会，因为我要等他，对，转正面，但他就是直接出手了。他跳起来就出手了，对，对，边走那个，他那球的时候，他在篮下看，他都不会转到正面，就直接出手了。因为他的固定的，然后后来我又参加了这边的出手，对啊，你不能让他。转到他手，那时候我们这个球队在开始。对，我反正想要等他转正面手啊，就。干好累哦，几点了？9:30。啊？9:30。我懂。想受伤，那很容易受伤哎、欸。可以啊，可以直接打篮下，不用这么急。不是你那样不会受伤，因为你不是跳起来撞进去，可能你下来的时候可能会踩到人家的脚。我这只脚没有完全好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的脚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的重量。你是侧面，对，侧面这样。没有，因为我第二，因为你平常就是这样打的。不是我怕受伤，因为你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通常是这样打。对啊，那就怎么样？就地上顶，然后地上顶，它其实我的感觉，因为你做什么？如果一压的话，其实我这脚做不了。那你换左手啊？干不这不就左手？对啊。那你们是同人？不是，干你平常因为我比较没有没分切的人，所以就你知道你平常都是这样打。我平常这样打，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只要把你拉开一点，他会。没关系，反正就是。因为他们会比较，他们通常防守压力会先放在我上面，比较难下。对，但是有几球就这样子啊，因为我看到你不爽。对啊，对，反正你们两个要打的话没有机会。不是因为我跟其没有，因为其他人真的，其他人我是觉得就是没有必要。对，但是你就我也只会打下对那一两个人啊，没有必要的就不会。对，因为其他人打的就很好啊，就是有一些垃圾打的。但是如果他们这样打，你也不要讲话，因为你很爱讲话。但是因为我比较我你有没有发觉每次人家换你过来就很爱讲话，连，他们又跟你这样吵。对，我就乱说，就乱说。来换你，换你，快过。干脆就不要吵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大家一个。哎，洗的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要回去加班了。好，去忙，拜拜。我应该在打折，我应该打到10点，差不多。妈的，这不想干我！我找我工班过来干。
摸到了。
差一点点。凶了，几点了？啊？几点？40几分了？啊？46分了。凶了啦，看。
哎，那不是要回去了，就不用了。啊、没有哦，我等下不是要等下吃个东西再走。对啊，因为我等下还要那个，我等下回公司加班呢、啊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明天那个干我托所那边有人那个。有小孩他妈确诊，赶三天不能去，然后我要照顾小孩啊，明天，所以说，我早上叫我妈帮我照顾啊，然后下午我就请假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把明天的事情全部弄完，然后早上七点半出去，然后压缩到十二点，把明天的事压缩到上午就对了啦。你家接单在哪里？很多啊，有一个超级大接单，如果我接到我就跟你讲，希望我也买不起。是台北吗？啊？台北吗？嗯。很有名啊，台北哪里？哪一区？捷那个台北火车站附近。靠腰啊，台北火车站。台北火车站附近，很多都那个，不是都满了？都没有那个啦、啊。啊啊。嗯，没事啊，因为台北火车站附近还有地方，有知道我家那边。欸你要求